心经云：“是诸法空相，不生不灭，不垢不净，不增不减，岂非无上菩提宛然在妄乎？”无上菩提在哪里？无上菩提一分一秒没有离开你呀！宗门的话常讲啊，六根门头放光动地呀！世尊在楞严会上也讲得很透彻，很明白，就是六根的根性。教光大师在楞严正脉里面教我们舍实用根，这个话说的一点都不错，可是很难，我们的实舍不掉啊。实是什么？妄想分别执着，这是实，我们没有能力舍不掉啊。用根是用六根的根性，心没有分别，没有妄想，没有执着，他教给我用眼的见性，用见性见外面色呢，是见色性，就不是色尘了。所以你要用眼识见外面呢，是色尘了；耳识听外面是声尘了，尘了，染无心性。你要能够用见性见外面是色性，用闻性闻外面是身性，明心见性，那真的叫一尘不染了。这个理我们懂得。事实上呢，我们今天做不到，这才不得不回过头来老实念佛求生净土啊，希望生到西方极乐世界，仗着阿弥陀佛本愿威神的加持，使我们无量界的烦恼习气能扶得住，真正能够符合到楞严上的标准啊，舍实用根。所以我们要晓得啊，觉性无上菩提没有离开我们一分一寸，没有离开我们一分一秒啊，就看我们能不能回头，能不能把这个念头啊转过来。佛实在是苦口婆心的，真正是大慈大悲，这种恩德世出世间再也遇不到了。这样的教诲要紧，我们能不能体会到？能不能够接受？能不能够依教奉行？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，欢迎订阅频道，开启小铃铛，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，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。